不管从哪方面来说，已经跨入全国前进行列了。原来我们生产的这个叫枪狼冲炮。啊，枪狼冲炮虽然牌子不够响亮啊，可是它乡土气息很浓啊。后来我们一翻字典才知道，感觉枪狼冲是屎个浪啊。你看秋的，你想这牌子能不抽了吗？抽就抽了吧，我马上就换牌子，我们换成蟠桃牌的，那意思抽我蟠桃香烟一包，可以使你长生不老了呀。后来人家严敏给我们编了个顺口溜：蟠桃蟠桃不使劲嘬，它不着。